Mitas 看书书 ，Mitas 最近很喜欢书哦，他会自己翻书来看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书都是拿反的。妈妈不是有念给你听过吗？那个是反的啦，你把它拿正，快点拿正。哎呦，阿秋。我们拿证的呢，好聪明哦！嗯，好认真哦。Mitas 以后要不要说故事给妈妈听？哈，表演说故事给爸爸跟妈妈看好不好？我们明天去图书馆听阿姨说故事好不好？妈妈到时候再帮你录影哦。嗯，好认真哦。以后我们要读好多好多好多书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下一次再拍哦，拜拜，拜拜。